你住什么地方？告诉我。有机会，我劝劝世杰，让他去找你啊。你不方便？那你来找世杰干什么呢？世杰想了盼，不是什么大明星，是他那个单纯的妹妹。 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方便。老莫，麻烦你跟我哥讲一下，我还会再来的，我会一直找他，直到他原谅我为止。 世杰回来了，是啊，爸跟老莫呢？爸有应酬，老莫刚才一起去了。啊，嗯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礼物啊？亚萍刚刚来过。世杰，亚萍她说她错了，你看这些。 是他的一点心意，你就原谅他吧。这是什么心意？用金钱摆平一切？是，他现在混进这个花花圈子，确实是谁有钱谁就了不起。但是我们家没有这个家教。世杰，你想想看，亚萍现在可是名利双收啊。 如果他真的有这个想法，那他需要回来求你原谅吗？最近，他公开出席了许多表演的场合。你知道，他以为你一定会去找他的，可结果呢，你都没有去。他就知道你不原谅他了，所以今天，他才亲自来道歉。
香烟。卖花啊！哎，先生，看看香烟。卖花啊，快看一下吧。哎，先生，买束花吧，可好看了。哎呀，张老板，您来了。送给你朋友吗？来来来，请请请。哎，请啊。欢迎光临。玩得尽兴啊。欢迎光临。大郎啊，你看亚平啊，是我们这几年来最成功的投资，替我赚了那么多钱。爸，是你眼光高明，发现了亚平这块宝啊。啊，你多追加预算，把亚平的照片跟唱片都推销到香港去，再找片商给亚平拍电影。如果亚平红了，我们往香港发展就有谱了。啊，来喝酒。是谁让你抓住整个世界，是谁让你忘住永不停歇，慌慌张张计较，吵吵闹闹计较，让全世界任你纠结，亚平小姐，这些都是客人送的。怎么都是这些俗气的东西啊？搁那儿吧。是。亚平小姐，请用茶。谢谢啊。亚平，你来了。金伯伯，吃过早餐了没有啊？吃过了。啊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亚平啊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，生过孩子，身材保持得那么好。你在台上唱歌，扭呀摆呀，台下不知道有多少达官显要，都被你迷倒喽。我能有今天，都是金伯伯培养的。嗯，真好，真乖，不枉费金伯伯疼你，啊。亚平啊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就已经是大红大紫了，金伯伯还打算要让你更上一层楼。啊，真的？难道还有新的宣传计划吗？当然，像你这种人才在金国只是小试身手而已。金伯伯已经叫三郎跟香港那边的杂志社还有电台联络，要把你的唱片推销到那里，下一步是要让你拍电影。老爷，老爷，您把这么多的钱都投到亚平身上，会不会太冒险了呀？哎呀，这个俗话说呀，人有个先来后到吧。我都跟了您这么久了，您要捧也得先捧我呀，老爷。哎，你
先别急，先让亚萍去试试。如果亚萍红了，我再推出别人也比较容易成功啊。啊，金伯伯，您不是要我去拍电影吗？英姐她那么想出名，你也应该在电影里给她安排一个角色呀。如果我要演祝英台，总要有个迎新吧。这也是个法子啊。亚萍，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，然后呢我们好好讨论讨论该怎么捧你啊。好，好不容易打听金爸住在这儿，不知道能不能遇上三郎。要是遇上他的话，非得好好问清楚不可。亚萍啊，以后要记得常来啊，多来看看金伯伯。好，把车开来。好嘞。亚萍啊，金伯伯现在整个宣传重心都在你身上，你是一块宝，要好好表现啊。啊，金伯伯，我知道的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你瞧你说话这么客气，不把金伯伯当自己人吗？我哪有，金伯伯您对我的恩情大如天。亚萍啊，你只要好好听金伯伯的话，金伯伯一定会更疼你，让你更红更出名。我一向都很听金伯伯的话的。年轻女孩的味道真不一样啊，味道真香。再让我滚。你这个老不休的，竟敢对我的妹妹毛手毛脚，做这种不堪入目的行为！去你的！金伯伯，我求求你放了我哥吧，我求求你放了他吧！这个臭小子三番两次来找我麻烦，我今天一定要给他一点教训。金伯伯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以后不敢了。我求求你，金伯伯，你放了他吧，金伯伯！你不要跟他求情，我不怕。要怎么样随便他，还嘴硬。今天不给你点教训，你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金伯伯，哥，哥，放开！你居然跟这种年纪大的可以当你父亲的人在一起厮混，这个就是你大红大紫的原因吗？没有，哥。你真的太丢我们刘家的脸了。现在找到雅琪，我也没有这个脸说你就是我的妹妹。哥，你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哥，放开我，放开！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，除非你可以永远脱离这个圈子，否则我绝对不当你是我们刘家的人。哥。哥，哥，亚萍，亚萍，别理你那个死脑筋的大哥了，金伯伯才是你的依靠，啊！放这儿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轻点！给我打！你不好好做自己的鞋子，跑出去捣乱，挡别人财路，这就是报应。走，
老穆，师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定是金霸，他上次把你的手打得都脱臼了，还不肯放过你。金霸实在太横行霸道了，他眼里一点法律都没有。亚萍跟他一起往来，一定会出事的。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出来。可是，少爷让我好好照顾你。没关系的，你就等这儿吧。好吧。再见啊！谢谢，再见。 这么晚，又去看家犬了。嗯。哎，王婶，你知道吗？家犬他都会叫妈妈了，而且他还会爬，可好玩了。保姆刚刚说他还会站着，但是他今天好像发脾气，都没站给我看。三郎叫你不要经常去看家犬，怕被别人知道他的存在。你别常常去了啊。可是我真的很想他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，想把他抱在怀里玩。 让我那么久才见他一次，我怎么受得了呢？受不了你也得忍呐！哎，你现在是大明星哎，大红大紫的，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这孩子的存在。那时候三郎要把孩子送给别人去抚养，你又舍不得，他也顺了你的心，你就别再做一些危险的事情，让他难受了啊！哦，对了。 亚萍，好久不见！啊不，我应该叫你白萍小姐才对。你住的地方真舒服，我一进来就不想走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出去，要不然我就叫警察了。叫啊，叫警察来啊！ 我等他们来抓我！出去！你别以为我们不敢叫警察。哼，我说了，想叫警察请便，最好让警察知道我是你男朋友，让新闻上报。那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结婚了。哼，你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我结婚以后。 觉得自己爱的人还是你，所以就离婚了，付了一大笔赡养费。我的前妻真的很狠，把我榨得倾家荡产。
但是我为了追求真爱，我在所不惜啊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亚萍，你高兴吗？喂，少爷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你给我出去！我在和我太太说话，你这个外人插手！医生，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你一直叫我滚出去，真的让我好心痛啊，亚萍。我记得你在婚礼上拼命喊我的样子，一想起来那个模样，我就好心痛啊，所以我才不顾一切回来找你。你是很爱我的，才拼命叫我回来，希望我回到你身边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怎么反而变心了呢？你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，我一点都不爱你。我当时找你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什么？我。